各位好，咱即马继续上课哈。So， 各位总将军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必须恁讲，今日恁就要毕业啦，所以会使称呼恁各位总将军。不是跟他动心而已，是总将军。啊，是安怎要甲恁称呼呢？就是将来各位拢是台湾民政府的高级官员。啊，咱准备要接政，但是必须你慢慢问，恁准备好未？跟咱要接政。啊，无准备咁咪使，所以秘书长最近电话咧问，恁准备好未？还是讲咱准备好未？啊，我今日要请教各位，啊，咱要准备啥？要准备啥？一百分，就是法律。咱就是爱准备法律，咱要凭什么遐去接这个证券？唔是讲咱的专业知识，这当然爱，但是目前是次要的，法律这是优先的。头一项，你就爱知影讲，咱要去接证是啥？是为着台湾，是为着台湾人，唔是为着帮。啊，是安怎？咱会使去讲，因为法律的关系，咱有迄个权利。虽然咱即马是被占领，但是咱被占领的人，嘛有占领的人的权利。因为咱家己的内政，一定要爱咱家己来处理，袂使别人来甲咱处理。所以即马流亡政府即个中国政权。无迄个管理，伊袂使阁继续甲咱处理啊！咱即卖已经知影，秘书长已经这条路甲咱切出来啊！所以咱就爱准备法律。所以今日你们毕业以前，我利用这节课，阁甲大家温习一寡法律的物件。虽然内容，应该大家拢知影才对，但是我用另外一种的方法，甲大家复习一摆，来增加大家了解。哦，啊，下晡就要下课啊，所以拄拄在食早起，大概爱困的机会较少了哈。好，安尼咱来看卖。咱要安怎来了解这个法律？所以，各位来参加这个培训的目的，拢讲清楚，就是要了解这个法律。你去其他的所在，无法度通学这个法律，哦，就讲清楚。啊，搁刷落去这个问题，必须定怎来提起？国际法、战争法、万国公法，请问，什么叫做国际法？什么叫做万国公法？什么叫做战争法？大家知无？讲唔知是好笑的啦。啊，知呀，可能知呀了无具体了，哦，啊，即嘛，咱过来个复习一摆。下面我是国际法，卖开始的时阵卖想个遐尼深，咱先想讲下面我做法律，法律是啥物？别抓瞎我哩，我做法律，是啦，迄是无唔对。法律拢是写的，已经写出来物件。
但是意义就是啥？是安怎那有这个法律？就是要规范咱人跟人中间的迄个关系。迄个规范就是法律啦。啊，即嘛，交我国际，咱就会当了解讲，什么叫做国际化啦？国际化就是咧规范国家甲国家中间的迄个关系，还是讲国际上的迄个关系，这就是国际化。哦，但是国际化甲一个国家的国内法无共款的所在是啥？一个国家伊有立法的机关，迄个伫咧创造法律，但是国际无一个国际的机关。就是创造国际法，所以国际法的来源是对到来，像创造出来，大家可能不听过，那荷兰的迄个海牙迄个城市，有一条做国际法庭，迄个真早就已经有设了。啊，这个国际法庭。内底用啊一挂法官，伊在处理一挂国际事务。啊，这法官要处理的时阵，这个法庭的规章内底就给写掉的。讲恁要判国际事务的时阵，爱根据什么啊来判决？所以国际法的来源，就是根据伊这个。规定，就是一个国际法庭，伊个章程第三十八条内底有规定，什么国际法官会使提来做判决的根据，啊，大家看卖，国际条约是国际法的。上重要，正还是讲正重要的迄个根据嘛，吼、哦。国际惯例，国际上的习惯已经实行足久啊。这个习惯，这个嘛会使提出来做判决的根据。过来就是一般的法律原则，吼、哦，一般的法律原则，这跟。类似迄、那个，跟咱咱咧讲迄个逻辑，小可有同款的意思。啊，下面或者一般的法律原则，讲破唔得咧三先字，真简单，就是讲条约必须爱遵守。你若讲讲定契约，一定得爱遵守。这个就是一般的法律的原则，吼、哦。过来。特别法要比普通法较优先，哦，法律上有一挂一般的这个法律，啊，那特别什么代志，要特别详细规定的，迄、那个特别法当然是比一般的普通法较优先。过来就是。后法优于前法，以前定的当然是古早代志，即马最近定的这是新的，就是即马要用的，这个意思就是这样。哦，啊个，剩咧其他一挂法律逻辑，咱来拄着迄个情形，这个人说明，过来国际判咧，哦。国际法庭已经判给迄个法案，伊根据什么呀？迄、那个例会使提来，因为做判例用的。啊，真正呢，无遐物件通够利用的时阵，新的物件就利用国际法专家还是学者因的意见，吼、哦，啊个因的主张是啥？不过这款情形较少了，吼、哦。
来，下面我是正经话，哦，那若看到迄字，有可能会互误解讲，哎，这是要叫人正经诶，啊，其实毋是，正经话就是倒拜，要预防正经。较详细来讲，就是讲正经那是无法多当。预防无法多当避免，一旦发生了战争，我希望这个战争的损害会当减啊，逐个逐个。这个规定就是战争法，哦，啊，内底所包括，这大概应该拢不听的，必须你讲过啊。1907年的海牙公约，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，阿加国际红十字会总章程，美国陆军战场的手册，阿加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，关于战争的部分，所以这就是战争法。大概的内容，啊，细节，大家若有机会，再慢慢来去看，去研究。啊，咱有关系，肯定啊，我跟你讲，怎么过来？那听，比如你的工业法律的论述的时阵，上重要的三项物件。普通时，伊拢讲两项，恁一定着爱记。有多两项，大家记未？啊？占领不能依然主权。啊，个第二项呢？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。啊，其实还有一项。迄个是前提，第三项就是，领土主权的移转，一定要有国际法做根据。所以这三项，大概哪会记的？差不多法律的基础咱就有啊，哦，啊，这三项我个解释讲，刚三基所事，要来讨咱台湾法律地位的这个问题，所以大家呢用这个方式，哦，来了解咱台湾的法律。应该真容易啦，吼！啊，像那讲，但是嘛，每一个所需个试看卖，看会用诶，啊，要安怎用，啊，要用诶多伊啊，用这个方式，咱来讨这个台湾国际法的地位的这个问题。台新，咱来看这个国际条约。有什么国际条约改变台湾领土的主权？到这阵为止，头一个大家无未记的，中国话讲叫做《马关条约》，啊，咱今麦。慢慢慢慢就要改，改做讲何做下关条约，哦，这件事属于大日本帝国政策的正确的讲法啦，哦，下关条约，下关条约，你都会改变咱台湾的主权。就是这第二条，下条啊，
必须另外在那里强调。咱要看下关条约第二条的时阵，唔通未记的下关条约开始，这个条约是什么人签的？是两个皇帝签的，所以所有权人是这皇帝，唔是迄个政府，所以应该讲中国。应该讲，大清皇帝将以下的地区永久让予日本天皇。哦，啊，下下这第二条内底有 A、B、C， 台湾是一个 B 内底，平遥是一个 C。啊、大家会记得 A 是啥？辽东半岛，不是东北三省，东北三省太多了，也是辽东半岛，就是清朝的讲奉天，对吧？啊，那个所在因为是清朝的发源地。所谓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所以日本就爱讲海南，哦。不过这个关于台湾，我刚才讲咧，小台湾跟平壤，所以 A 这就不甲你列出来。啊，即马马关条约将台湾挂予日本天皇，迄个时阵的台湾，还是讲迄个时阵。满清的台湾是这款相款，大家唔当袂记的。这张图大家不看过嘛吼？迄、哦那个时阵满清管的台湾，就是干那这个这条牛啊呢？哦，所以其实那中国要强攻。因古早有台湾，我那边偷，上最是这地嘛。卖讲伊无理由通偷，伊那正经要偷的时阵，了不起是干那这地，伊有权利通讲尔。村里拢唔是伊的嘛。哦，这条都是一个法国人为的，这里足细里的。大家看未出来，一七三六三五年迄个时阵，法国人为的，所以中国人唔免阁继续甲咱骗，讲台湾是因的，无可能的代志。历史足明显，有证据，这唔是因的。啊，过来，这个在咱台湾卖流。大概知影知影嘛吼，叫做平湖的荷兰比灯塔，这大概哪拢熟悉的。啊，其实这内底有真侪历史的证据，我挑你摕这张相给大家看，希望恁以后有机会去这个灯塔的时阵，看伊内底所。现出来所展览的遐资料，恁就会发觉。伊内底写啥？你看，这是啥？这是围墙。恁来去迄个顶塔，恁就会看到伊个说明。荷兰比这个顶塔。是台湾唯一的灯塔，有围墙的。围墙是不重要，要个围起来要搞起来。灯塔那就要做围墙，原因是安怎？这个灯塔，这个围啊，古早要做这个灯塔的时候，这个不是清朝的土地啦。
迄是咱高沙族的土地啊。所以美国人逼清朝讲着爱踮咧台湾码头起一个灯塔，才会互一挂船踮咧遐触礁。清朝无法度，着爱甲原住民咱的高沙族甲买土地。啊，买来灯塔起起来，着爱驻兵围墙来顾。哦，所以咱即卖以后若去看灯塔的时阵，千万毋通袂记，去甲看一下真少。啊，而且内底阁有些说明，真趣味的代志。迄个时阵，清朝请一个英国的建筑师来起这个灯塔。迄个建筑师讲，对高雄行啊，屏东，伊行两个日的。哦，高雄甲屏东，即摆讲起来，实在免一点钟嘛吼。啊，古早行路嘛唔免行两个日，现在伊就爱行两个日，因为伊经济所在拢是高沙族的土地。所以，伊拢得爱提礼品去买伊个过路费，跟他交过路费，去甲高沙族交涉，讲准伊通过，安尼伊才会使通过。所以，以后大家若看到这张相，这个景色，会记忆这个历史的事情，会当证明讲。台湾是向诶，走。什么地理诶？国际条约，甲台湾政伊个主权有关系，就是像这个旧金山合约，而且旧金山诶合约，我顶回讲唔对，但咧范伟林登讲做合约。合约唔对了吼，合约才对。这就是在合约内底，一个是第二条，但是这个是 B 吼，写讲日本，这家就是日本政府啦，唔是天皇的意思。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，而这个主管管理。啊，天皇呢？无讲呢。所以，遮日本政府放弃是台湾的统治权，唔是台湾的主权。所以，旧金山合约并无对天皇台湾领土的主权有任何的改变。除了这条。有牵涉到台湾的主权以外，其他的条款拢跟台湾主权无关系，哦。啊，因为旧金山合约、合约，中华民国。虽然自己称呼讲是战胜国，但是伊并无参加合约的签约，所以美国才促成日本甲中华民国，迄个时阵已经差不多走来台湾啦，才办一个契约，讲我做台北合约。日华合约，啊，今日一挂中国人嘛是讲，啊，因为日华合约的关系，所以台湾的主权交中华民国，嘛是无影无一只，乱讲一笔，也唔捌看到条文呢。这条文内底写的，嘛是个第二条，开始就讲伊，伫咧这个条约内底已经承认。在一九
五一年九月初八，伫咧旧金山所签的迄个日本的对日本的这个合约，第二条内底已经规定讲，日本已经放弃台湾甲平和。想哪讲？你看这个日子，这个台北合约是1952年4月28日签的。啊，这旧金山合约是1951年9月初8日，啊，隔当年4月28日生效。所以伫咧签台北合约的时阵，旧金山合约已经生效啊。啊，那已经生效，迄个什么意思？就是讲旧金山合约内底规定，日本放弃台湾甲平和的统治权。啊，已经放弃的物件，日本哪有可能讲，甲中华民国佫签一个台北合约的时阵，将放弃的物件佫摕回？你一粒苹果，互恁囝食了，你敢有法做人确定讲，佫一粒苹果互恁查某囝？无可能嘛，除非讲你有能力嘛，对不？所以今天嘛是法律的逻辑啊，哦。大概嘛，基本法律的常识就是安尼。已经荷兰的物件，已经放弃的物件，那有可能搁提予别人？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呢，以后什么人搁操蛋，讲台北合约，台湾的主权提予中华民国，伊讲啊，你唔捌字的，哦，伊不但台北合约无看到。甚至真是有影看无，对吧？唔捌你嘅，走。阿即嘛咱根据这个三条的国际合约了后，咱发现台湾的主权，这个马关条约还是下关条约，到日本天皇了后。就无个任何的改变。所以，咱会当确定，台湾领土主权自从满清大皇帝割予日本皇帝之以后，到我今仔日，拢无经过旧金山合约。也是台北合约，甚至任何其他的国际条约，都转给别人，所以继续存在伫咧日本天皇的手。啊，这个确实用的，咱用的确定。啊，这个就是，比如你所主张的日数的原因的加。走，阿什么？台湾的领土主权，既然是伫咧日本天皇的手诶，啊，为何蒋介石那会走来台湾？啊，不是伊爷伊那会再来，对吧？那我就爱问，了解这个问题是安怎？走，啊？有人知影无？呀，以后命令哦，日本天皇8月15日，1945年宣布投降，所以麦帅。以总司令的身份，经过美国总统的批准，发布一个或者一般命令第一号 （General Order Number One）。内底第一条的 A 的规定，伊叫蒋介石接受中国。
台湾、啊个北越、北越、日本军的导航，这三个所在哦，真重要，都要分开。中国、台湾、啊个北越，这就是北纬十六度以北的中南半岛北越。但唔知几位，可能较少年的大概拢唔知啊。十年前还是差不多十五年前，台湾的报纸不袂讲，伫咧北越呀，有一个中国人向中华民国讨护照，讲因讲无护照，遐就是当时蒋介石派去北越去接受日本兵的导航的。啊！因遐就去了，看讲哎，也、欸、好趁食，全部转去中国，转老的遐，专门咧做鸦片的生意。所以遐人尾啊变作无国籍，所以遐走来中华民国要甲讨护照，原因在遐。啊，但是咱正要注意，中国并无包括满洲哦，满洲除外。迄个时阵，麦帅是叫满洲叫什么人来？叫苏联。哦，苏联接受满洲，啊个北韩，就是北纬三十八度以北的北韩。啊，这个是伫个米相来的规定的。哦，啊，继续熬西相，西相就是差不多。泰国、迄、那个印尼、东南亚这边的其他的地区，啊，日本，你甲伊是日本，啊个韩国、南韩是美国个日本先占领，哦，啊，这个跟咱台湾无直接的关系。还有你空间的关系，所以我无甲你跌咯。所以大概呢，有机会，他必须认为这个新台湾论，要注意其他的部分是什么？较重要就是 F 就是特别个强调，讲顶啊这几条所指派司令官。是代表联军，伊毋是代表因个国家来接受日本军个导航，所以这种的，蒋介石就是因为被派来接受台湾日本军个导航，所以蒋介石个集团伊才派单于来台湾。是、so, 哦、欸，哎，这么来了，跟咱偏讲台湾共和，啊，这个就是大骗局，哦，按照讲骗局，这个所在，这个就是伫咧导航灯的，伫即卖中山灯，台北市的中山灯。古早讲，我做工会灯，外口做的牌楼，一个写讲台湾国父，安拄啊，我看到，这是一般命令第一号，军事占领台湾，唔是共和台湾，所以这。台湾共和是你讲骗的，应该就爱安怎？爱讲军事占领，啊，想在讲我这军事占领，咱来看迄个时阵，工会灯、导航灯的迄个礼灯来的，你看这挂几支旗啊？苏联、美国。中华民国、
英国旗。所以这个四支旗啊，就是证明，这是联军来占领台湾，接受日本军的投降，不是台湾的共和。所以以后，大家要了解，咱不是被共和，咱是被军事占领。个第二样，可能大家看未啥清楚了。伊底只写讲，中国政府台湾省，伊这个时阵就将咱台湾给咱编入去中国内底啊，还偏讲这是台湾省，其实不是嘛。你看。这个所在，中国迄个时阵，台湾那是中国的一省的时阵，为何麦帅那会甲咱分开？特别写讲中国甲台湾，对吧？台湾那是迄个时阵是中国的一个省的时阵，伊就写中国就好啊，那就去特别去写台湾，对吧？有这，那么看得出来，迄是好笑的。下面我是台湾省。乱讲一笔，对吧？啊，过来，那么找出证据，这是两个导航电力，哦，这个是在中国，当然这相这么看不太清楚，这里来对一下，中国的那个将军何应钦，那个时阵。去接受日本军伫咧中国嘅导航，台湾是单一咧接受，所以这个电影咧证明讲，台湾甲中国是分开嘅，唔只就爱举办两摆接导航典礼，对吧？所以台湾实际上是属伫咧太平洋战区，唔是中国政府。这是第二摆甲咱骗，还是第二行甲咱骗呢？现在要第三行，哎，这国旗，大家感觉奇怪。这是咱新德州长甲新德州的同心去找出来的证据。我头一摆看着，因为大家遐懵去。想要讲国旗，伊也给咱骗。你看这支旗啊，这张相，这张相顶头写的中华民国的国旗是多一支？这支嘞？啊，这支是啥？海军旗呢？对吧？所以，咱来个看，迄个海军旗藏伫遮，咱即马回想转来就用个判断，这就是军事占领，再用海军旗，伊毋是用国旗，啊以后啊就用落去啊，啊转身说继续甲咱骗。讲这个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旗。所以骗咱未过，咱证据拢甲找出来。这是全世界做头一任的中华民国的总统，迄个时阵，甲伊摆到顶呢，当然是中华民国的国旗嘛，对唔？所以你要安怎骗？不可能给我们骗嘛，我们哪个还不相信，这个我们也拔你嘛，这个后面那个旗啊，不可能是别国的国旗嘛，对吧？
还佫无相信，还佫有证据。这是中华民国开国的纪念的迄个硬币，所以内底嘛是一支中华民国的国旗，对吧？啊，佫有人无相信嘛？我佫互恁看一张，多一国的才有国民党，是不是跟咱中共呢？啊，伊的党政用的，是不是伊的国旗？伊连只因党旗，伊都唔敢用出来，奇怪呢，我想无吼，也佫用伊的国旗，尊重伊的国旗，所以变相个难骗啊！咱政府拢个抓出来，哦，迄支旗啊，实在是无记得咧。继续跟他们台湾，佮提出来定啦，是。啊，咱即马知影，蒋介石来台湾，唔是来攻击台湾，是来军事占领台湾。但是旧金山合约第六条的 A 佫有规定呢，讲旧金山合约生效了后，盟国所有的占领军应该伫咧九十天内爱撤离日本的领土。啊，为何蒋介石佮即阵还无撤离？还是讲伊的集团还无撤离？是安怎？啊，什么人温存你？啊，为何那会使温存你？哦，这本是咱爱了解的问题啊，对吧？大家知影嘛？吼、哦，什么人温存你？美国啊，啊，为何美国那会使温存你？蒋宋美龄那是四下的故事啊，不是啊，美国也是温存的，当然也就要有根据啊，也法律根据，条约的根据在哪？大家不是不听到旧金山合约第二十三条，美国自己规定的，它是主要占领全国，伊打败日本，所以有权利会当占领日本的土地。啊，佮第四条 B 内底也有规定，日本承认讲美国的军事政府对日本，还是日本国民伫咧台湾、澎湖、甲琉球等土地伊的财产，包括领土所做的处理友好，所以日本来承认美国也在处理咱台湾这个土地，所以才也在因温尊蒋介石集团，佮继续代理美国踮咧台湾，佮咱通敌，原因伫遮，哦。是啊，而且要证明，想让美国有这个权利，这都一样。咱来个即阵，我唔知。啊，其实，咱早就爱知影这对，啊，咱拢无了解。拄啊，这张。就是1945年10月25日，所谓光复节，迄个时阵翕的。咱个注意看嘛，只有一支旗啊，只有一支旗啊，
这样嘛，一支支啊，迄三支拢美国支的。你想看嘛？台湾啊，被中华民国光复，为何那得爱插三支美国支啊？伫遮，这就是证明《旧金山合约》23条，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。管理占领的管理是美国提掉的，中华民国是咧代替美国尔，伊无管理，伊是靠美国。这张彩色的大家看了，较好看较水嘛吼。这个牌楼，甲拄啊迄个差不多啊，同款。但是顶下已经盖啊，中山堂啊，可见这张相是拄啊迄张以后翕的，对吧？啊，你若拍入去 Google 内底去查，你能够查到这张相，这张就是啥 ？Google 下讲，光复50周年。迄个时阵，中华民国伫咧中山堂所摆出来即个牌楼，啊，你甲看，遮当然伊个即马插中国旗啊，但是遮还佫两支美国旗啊伫，好无？所以想50年了，中华民国还无袂记诶。美国的温情，伊是靠美国才有法度通来带来台湾，所以大家若看到这相了后，脑筋就要转过来。中华民国无管理大家，啊，今天更加明显，什么人？说的算，谁是老大，对吧？中华民国出这只，要去到菲律宾，要垫一下，结果就要插美国旗啊，有够闹鬼，对吧？还是可能咱唔知影尔，啊，就讲咱可以骗袂过啊，拢翕一挂证据出来啊。哦，啊，这嘛是个证据。当然，这张咱看过嘛，吼、哦。你要看这两张，这是中华民国咧庆祝伊100周年的纪念。啊，中华民国咧庆祝100周年，为何那得爱挂美国旗啊？啊？那跟美国无关的时阵，伊那就爱挂这美国旗啊，这嘛是咧证明，对吧？啊，可惜，啊，佫有一挂戆台湾人，啊，佫伫咧冒光复这块珍珠牌啊，啊，佫一挂戆台湾人，介伫咧养小猪。哦，是吧？这个美国所温存的蒋介石集团军事占领，是共和台湾，所以美国是受管者，蒋介石集团是被受管的代理，伊是根据。一般命令第一号，啊，甲旧金山啊合约的规定，所以咱必须令注定，这个就是什么原因，或者美战，哦，美战理由的讲，
啊，这张报纸就是在证明美战。这就是今年，我记得看六个吹九的款，六个吹八，奥巴马甲习近平伫咧美国会谈八点钟久，啊了后 ，CIA 放这张消息出来，解密的消息。迄个时阵 ，CIA 讲1949年。就宣布讲台湾是被占领地，所以讲，咱必须另外一个法律的论述，赶快，这就是咱的证据，讲咱对，台湾是被占领的地区，唔是被光复，千万唔当袂记。不过，占领袂当移转主管，对吧？咱第二期收拾，所以不管是美国家己来就甲咱占领，还是伊叫中华民国甲咱统治，拢袂当摕到台湾这个主管，这个主管继续存在伫咧日本天皇的手下。这个事实也无法子能改变，所以根据这个第二期所示了后，咱确实会将100%确定，台湾的国际地位就是日苏美战属日本天皇，啊，比美国占领。走、啊，现在最后，那你看这个李鸿政府不得就地合法。那疫情已经证明啊，台湾不是中国的，所以中华民国招来咱家，是不是李鸿政府？啊，既然李鸿政府，你就别让他们家合法，这就是法律逻辑嘛。对吧？那你讲国际法，这是法律逻辑，不是你的土地，你哪样会变做你的？无可能的代志，对吧？所以，咱就讲，比美国温顺，我今天你阿哥伫咧台湾的这蒋介石的集团，以什么性质？咱就慢慢来分析，安尼用个增加咱的了解。台湾这阵来，表面上看起敢那真复杂，一个国际地位，原因在倒位啊？那个看，1949年10月25日，蒋介石派单于是来台湾接受日本军的导航，甲军事占领台湾，对吧？但是到1949年10月初一，毛泽东已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同一年，蒋介石甲伊个遐国民政府的官员，和毛泽东台湾是抓不到的，走来台湾了后，变做啥？流亡政府。所以1949年10月初一了后，中华民国是实际上就是一个流亡政府啊。而且毛泽东嘛，佮做一个蒙牌，听讲即个讲藏伫南京的中什么什么中山陵呀。哦，他切掉啊！1912年到1949年，
伫挖的时间是安尼。啊，咱即摆规个拢个列出来。1945年10月25日，伊是一个占领台湾的军事政府。1949年10月初一开始，除了继续是占领台湾的军事政府以外，蒋介石集团变作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。过来，1952年4月25日开始，旧金山合约生效了后，伊嘛是阁继续是流亡政府，但是这个盟军的代理改变作美国的代理。哦，但是伊继续嘛留伫咧台湾，所以咱就当看会出来讲，即个历史个摆落去了。因为对1949年10月初一开始，伫咧台湾，同时有两个蒋介石的组织存在，对吧？对，才开始有两个，知嘛？两个。啊，因为有这两个同时存在。就是一个军事政府，啊，一个流亡政府，啊，规个被模糊啊，啊，不但咱台湾人被模糊，连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嘛被模糊，俩做讲，将台湾甲这个流亡中华民国甲混在一起，俩做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。啊，是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所以咱即卖历史个规规矩矩个摆落去，啊个拆开，安尼咱就看会出来，内底是虾米个？所以咱若有法度通个拆开，咱就有法度通人说明台湾的国际地位是安怎，无复杂。是去用复杂化的，啊，其实无复杂啊。所以，流亡政府未使踮喺台湾，一定爱离开台湾。哦，啊，这就是，比如对我其他的讲师嘛，定来咧讲 Chinese Taipei， 那你要嘛怎样 ？Chinese Taipei 是啥？哦，不是代表台湾咯，哦，这是代表立法政府，所以一定爱离开台湾。这个，剩的这个军事占领，美国都都要再去，必须你唔是咧讲，讲明年美国就要来啊。所以这个军事占领，中华民国的军事占领，特别介绍美国，安尼台湾的国际地位就开始用个正常化。啊，美国哪位地方，就是表示啥？中华民国就爱离开啊！啊，我今麦证明给大家看，中华民国开始伫个环保化啊。真的要离开啊！这条报纸顶头的相，大家看见未？有吗？这就是洪仲秋的案件了后，立法院通过的一个法案，讲要将来这个军心法要甲改，以后。军的代志，唔是要用军法来审判，你改做用司法来审判，这一个案件，一个消息。今年5月，报章报出来，讲要裁三军司令部，啊，国防部讲只能做不能说。哦，
大家想看卖，陆海空、司令部要甲撤销，俺无司令啊嘛，啊无司令，迄个军队是啥物军队？啊，咱个看这个，去年年度的消息，年轻走入历史。2012年，去年底，联军是咧从啥代志？联军是咧波及军队的，对吧？联军要撤销，这个军队就无波及啊。迄军队要食啥？要穿啥？哦，过来。2009年已经报出来，讲中华民国要将伊的宪兵撤销。啊，宪兵是咧管啥人？官兵啊，对吧？啊，宪兵来撤销，兵啊，我们就无人管。对。所以，大家哪会晓看这消息？这四个你该念做一个。你就知影，美国啊，已经将中华民国的军队那个消毒啊，所以大家相信。莫呢，美国的例外，多谢。各位好，俺下课休困十分钟。各位好，咱这节课休困到9:30哈，9:30才上课，9:30。